年代的大家阿曼，啊，今仔日呢再一度，心无咱上天的慈悲，甲咱祖师爷方主，咱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甲咱前日各位点传授的提拔，使咱呢有这样好的姻缘呐，搁来研究佛经的心法，甲咱道统的心法吼。啊，咱今仔日呢直接啊。对啊，就是今年啊，中华民国97年上届尾个一节课，吼，啊，咱后届呢，就是2月11日啦，啊，甲开始搁来啥上课吼，所以咱大家呢，啊记一下，咱今仔日参咱分享的，就是这个离卦，啊，也拄好行到着了上经上尾个一支卦，所以上经啊上尾个一支卦，哎，伊非常的奥妙啊，是安怎讲？代表内底嘛火，外口嘛火。啊，真正人报告是坎卦，内底嘛卡卡水，外口嘛水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啊看水甲火，就是咱人生上个重要一件代志啊，吼、哦，逐工差不多咱要随意自行，拢无离开水甲火，所以性命伊就是啥，就是接自然，所以倒作简单，伫个生活化当中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来看离卦啊，自由是好还是歹，哦，咱来看卖吼。哦离卦的含义呢，伊有分离的意思啊，哎，因为咱要歇两礼拜嘛，所以有分离的意思啊，吼、哦，啊是讲爸仔囝，要去倒要分离啊，咱拢会当啊处啥处离卦，吼、哦，啊是讲情侣，要离开啊，啊呐，就是啥叫做分离，所以其实哦，有当要懂啊对啦，离开就是相聚的开始啦。哦、所以诶，婚礼咧虽然是听短暂，有一点啥，有一点啊唔甘。不过呢，伊婚礼开始，就是要开始要结合的时阵啊，个、哦、啊，所以天地间的道理拢就是安尼。啊，伊嘛啥婚哈离别哈，意思是同款。啊，伊嘛代表了功名，是安那代表功名，因为离卦为太阳，所以太阳嘛有功名之称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若看到离卦，会足欢喜啊。因为伊居在南方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南方啊，为啥鼎鼎火代表着功名之地啊？所以呢，迄天啊呢，有一个道亲啊，因家吼要吃馄饨啊，啊就讲啊，陈老师啊，敢袂当来阮家行行呢？吼、哦，我就知影啥意思啊，对啦，吼、哦，啊即卖咱就有哪去啊看看，啊伊拄啊两块两个所在，哎，我是要用这间呢，还是要用这间了？对，吼、哦，啊咱来看看吼，来、哦、做决定啊。伊有一间坐北五南的，然后我讲一间较好，吼，伊讲是安怎？因为你这个座吼是坐北五南啊，代表着坐乌暗五光明啊，所以吼你若用这间细份灯吼，你的路会愈来愈光明啊，我爱听你就足欢喜的啦。啊，另外一间是坐北五西，吼，坐北五西啊，啊，结果呢，头前拄我去查着物件，所以我就讲迄条门无介理想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来当讲处个方向，面对着光明啊，代表咱个啥生机盎然。啊，包括咱咧买厝嘛是同款，互我来建议，吼、哦，尽量卖迄个五百个啦。是安怎要卖五百个咧？五百个就是五乌暗之地。吼、哦、啊，而且咧五百个，咱也知影北方是足寒个，吼、哦、啊，冬天北方佫寒，所以佫透北方吼、哦。都拢伫伊内底个厝吼，伫个关住啦，所以五百个厝拢足寒，啊，足寒个足热个，所以了，咱伫住个当中就较袂遐轻松。啊，你啊坐北五南个，拄啊着电道法，吼、哦，热人有啥啦？有南风，足凉；寒人有北风，所以呢透袂着。啊，所以呢面对着光明，这是上个重要个吼、哦。啊，伊佫有一个附着，啥物叫附着？因为火嘛，吼、哦。火就是讲，伊较会着火，就是一定要一个纸，啊，是一个茶，啊，是一个啥物物件，你火点了，伊才会着。所以呢，火要会着，就爱附着伊啥物物件，吼，像蜡烛，嘿，附着伊一个纸，一种木材，一个纸，一个啥物物件，伊较会着开。毋是像水讲，哦，水伫遐你着快，毋是安尼就对啦，吼。啊，所以伊就是有这个啥附着的功能。啊，内底呢，内嘛明，外嘛明，有无？内外嘛明，外嘛明，吼、哦，代表讲咱内心当中非常的光明。所以咱上惊就是叫做无明啊。十二因缘法，第一就是无明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上惊无明当中哦，真正呢，咱人若无明吼，十万八千里呢，唔知要哪转去呢？
啊，咱人啊，有名嘞，地角啊嘞，刹那间天动在眼前嘞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嘞，咱就要去掉内心的无明，所以嘞，一定要找到咱内心光明之路呀。啊，内底内心光明啊，外口嘞嘛爱明，因为嘞内明代表内心的功夫，外明嘞代表外行的功夫，所以内心甲外行咱爱啥平等的就对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嘞，这就是内心外行的修持法咯。所以就是内下明外下明，代表有大学讲的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自由自善，所以叫明明德有天下呀。所以什么叫明明德？明白咱一个自性，嘿，是依道德光闪闪的。所以明就是明白的意思，明德就是啥自性的意思。吼、哦，所以咧大学之道开宗明义，就是有人讲这啊。啊，咱明白咱的自性当中要做啥？明明德啊来亲民啊，就是爱赶紧逃出去啊，去奉亲啦、奉道啦，去度化众生，去讲经说道，大天上化，普天行道，就是安尼，所以叫亲民的功夫啊。啊来咧，有用的时阵，就爱自由自先，修理咱的本体，伊哈，啊咱的本体啊修一个久咧，伊就产生火候，所以唔才叫何其自性明心万法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何其自性本来具足。所以咱咧自性咧，愈来愈完骨，愈来愈完满呀！吼、哦，所以这就叫做啥？明明的无天下呀！啊来咧叫做空，是安那叫做空呀？因为你啊看迄火有无？迄火内底是空壳个咧，吼、哦！像咧咱啊点佛光灯，你主要看内底是青色个，青色代表内底是空壳个，所以叫空呀。所以离外火内底是虚个，所以叫空呀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伊有最贵种个含义滴个吼。哦来，请咱过来看。伊讲咱的火本质本来就是伫空的啊，吼啊！这个空的当中哦，对咱修持有啥物影响？吼、哦，咱拢知影。伫《心经》当中200几字呀，《心经》内底就足济空，即是造出来。啊，这个空到底又个是啥物意思？咱来研究一下。有《心经》难讲，观自在菩萨行经破戒破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就是要研究这五蕴啦。什么叫五蕴？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叫五蕴。啊，所以咱这五蕴当中要安那，然后啊达到这个空性，哦，所以咱啊直接做一个分析。会讲色空不二啊，真万言呐，哦，不比色而别呀，哦，所以咱来当色空啊啦，未去攀这个缘的当中，自然。就袂去哦，外口的形形色色，咱袂失去；袂去哦，即女色咱袂失去。吼，因为咱等下会阁更加详细解说，所以直接呢无详细解说吼。啊，讲受空不离，心如镜呀。安尼呢，自然就袂去哦，受呢来啥袂失去。受就是啥感受的意思啦。吼，啊想呢，想空不离，色通天呐。安尼呢，自然袂去哦，即个想呢，离来乱咱的心电呐。哦。咱呐啦，想的好，想足侪，有闲就想，坐伫遐无代志就想，所以咧，就是咧安讲，即个念当中，咱变啊是啥，去把握，吼、哦，无咱遐想咧到底吼，愈想愈乱咧，过来行空不离观自在啊，也就是讲袂去哦，即个行咧，来是呐，来错乱着，所以咧行空代表着讲不该去的所在，咱唔茫搭入去啊，毕竟讲咱火候无够。咱若去迄花溪旅行啦，啊是不该去的所在，火候无够，无法度呢，无法度自忍呢，无法度克制呢，到尾嘛是要了了呢，安尼咧就破功去啊吼。啊来，色空不离现如来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伊讲袂去哦，这色呢离所执着呀，色就是眼耳鼻舌心意的色，所以咱一般人咧做代志，就是用色心用事，色心用事当中呢，就有五根。五执，有这个物件当中诶，就无法度人差，差人打成一片啦。所以咱上解好的方法，就是爱用道心，唔通用色心用事，用道心咧一团和气啊。用道心，大家咧拢会当达到一目一骨一满吼。啊，即就是讲色空爱不离啦吼。啊，咱做一个较小块解说吼，你讲色空不离真万缘啦，不比色离别呀。就是讲，叫咱一个人当中，伫生活当中，爱啥，本来要主动你个，
阿里啊，化作什么啊？要帮助你的，所以叫做化主言为主言啊，化主力为助力啊，化主言为助言呐、啊。好、哦，这安那解释，都是呢妈祖啊。好、哦，咱今日拜拜的妈祖。哎，千里眼甲顺风耳本来是两个妖怪呢，要来阻挡伊啥？哎，伊修道的呢，要来妨碍伊修道的呢。结果呢，妈祖点神通，降服这两个妖怪。哦，啊，拄啊修来做卡力，哎，一个千里眼，一个顺风耳，所以都颠倒帮助妈祖来啥？来救度众生啊！啊，所以你看，只要妈祖边边啊，一定千里眼、顺风耳，一定爱就是安尼来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足济人有啥，当着考我，哎，伫咧修办的当中，咱家人咧来啥，阻碍上个济，所以咱得用一部功夫叫做啥，化啥化阻止咱的缘，哎，变成帮助咱的缘，吼、哦，安尼叫做化阻力为助力呀、啊，哎，化啥绊啊绊脚石为垫脚石，本来要动你的路的，结果咧，哎，安那。咱都更上一层楼，这就是咱的境界、哦、所以唔茫看哦啊，人安做动啊，石头安动掉的当中，咱就无法度啥，无法度啊，无法度突破。安尼咧，拢啥，唔是究竟的点，迄就是拢去有虚空啥，咱袂掉的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咧，咱就是讲，这形形色色当中，这旅行当中，那、啊、本来拢是要阻碍咱的，咱就是哎呀看开啦吼。哦哎，讲信任用心呢，就行处处合合道呀。一切感受如镜，了了清楚，展现了本来的真面目。哈、哦，所以信任伊就是用这种方法呢，在啥在自我要求、自我警惕、自我克制。所以呢，伊所流露出来啥一种心，就是处处合道。哎，拢无啥越轨啦。拢那无去哦，做巧我去啦。所以呢，因所流露出来迄种的心性，就是啥，时时刻刻人，念念刻刻天，也着种下有中道的一切感觉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一切感受拢啥，上惊咧，惊啥物意思？你要看咱来去照镜，哦，一个啥，一个做烟斗的漂白的查甫人走出来，啊，走出迄个啦，咱来离开咧，迄、那个镜佫爬去啊。意思就讲外口的攀缘足济啦。哦，有人去外骹去一个，啊那都拢迷失伫外骹咧，拢叫白条的呢。有去舞厅跳一个舞尔，了看去哦，舞厅的人去白条的呢。哎，有人去啉烧酒去哦，就白条的呢。这拢是属于社会形形色色，哦，啊，这拢是究竟绝对唔通去哦，这个物件白条的。啊，无你讲要安那？电脑会当算，唔过就是安那，袂使执着。该上班就去上班，该去上课就去上课，该去做工课去做工课，有闲加来生电脑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啥，未去哦摄白条咧，嘿，该日班就日班，吼、哦，啊该啥来听课就听课，唔忙去哦，咱啥社会污染蛮白条咧，安尼咱无法度脱颖而出啦，安尼呢，才会当了了分明，点燃咱本来真面目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讲到非常的清楚咯，哈、哦。啊，讲受空不二嘞，心如镜，不必修离修呀。伊讲咱一个人明道了后啊，一切金钱呢啊，并非差，而是成就佛道的啥助缘呀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今仔受明说一记了，哎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咱知影今仔咧行啥物路，咧做啥物代志，咱就是大天双化，大天来啥顺受。哎，啊，所以咱是天才呢，咱唔通看轻家己呢。哦啊、所以咱大家记住呢，啊，任务非常的慎重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一切经典呢，啊啦，并非差啦，而是成就佛道的助缘啦。所以讲一切有形有色，哎，咱去感受到的这個，哦，咱要在定，搁袂去染到定，这唔是啥，这唔是要，这唔是绊脚石呢。其实就是啥，咱的啊，咱的成就的根基啊。咱今日要成就，就是伫这个环境成就的呢。哦，你伫天堂无法度成就啦，你伫地间嘛无法度成就啦，咱伫宿道天嘛无法度成就，伫九九之中天嘛无法度啥成就咧，唯有伫人间才会当真真正正来成就佛道。所以咧，这成就佛道的因缘就是啥，就是尘埃，就是世界，因为这迷失的众生上个侪，咱才有成功了愿的机会啦吼、哦。来。再来呢，上空不二呢，色通天呐、啊，不比上离乱呀。所以一切念想甲自性结合，
一切念想必合有道也。此行即可由天上通，泛至欲念之上，即顺烦恼也。所以讲，咱咧讲，讲这想就是念头的意思啦。所以咱的想法啊，是咱的念头咧，爱参咱的自性啥结合。意思像咱普通话咧讲哦，讲咱若想一件代志要讲出来，爱伫遐三思而后行啦，毋茫想着啥憋一下，句话走出来，想着啥憋一下，迄件代志做出来。有代志也无经过三思而后行吼啊，所以讲啊呐，讲出来一定袂赴啊，去伤着人啊，做出来一定袂赴啊，一定酿成大祸了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，足自然，咱会当时时刻刻参自性解脱的当中，咱的念想的念头当中，自然就啥袂乱心电啊。哦，啊袂乱心电的，自然就啥无烦恼离啥离心了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是安那修的人，你会看伊，逐天拢足快乐。哎，天气歹伊嘛快乐，无饭通食伊嘛快乐。啊是安那安尼，因为伊真真正正天我本性的可贵性。哈、哦，伊感觉这个是全世界上个重要的啊，一挂有形的物件，拢唔是究竟，哈、哦，所以也当个放下下就对了哈、哦。行空不离观自在，不必行离错呀。伊讲人行空不离呀，哈、哦，所以会当啥，依得依依归，即自然会当达到啥，哎，观境自在，生死自在，观照自在，自性自在，以及啊作用自在之境地呀。所以叫做呐，行空不离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行空不离就讲，咱行住道果当中，拢是依照道来做依归。什么叫依道做依归？就是讲，咱伫厝里做囝行孝道，咱对头家行忠道，吼、哦、啊！咱做啥物代志，拢照道来行，安尼就依道为依归啊。所以你看，咱天下间如果大家拢会当安尼做，是不是天下太平？所以讲，那马英九去省委道场去遐煎菜，伊就伫遐地处啦，就讲一句话，伊讲咱台湾大家百姓啊，当拢来修道的当中吼，今仔毋免设警察，今仔就无贪污这件代志啊。咱若想想，真正是安尼呢？因为修道人伊会管伊家己，修道人伊会恪守法律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，该做开做，该讲开讲，不该有为的这个物件，伊绝对毋敢去做啊。因为呢，修道人伊拢立下了修五戒，就修在一起，啊，甲分，这拢啊那不可还了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做主人呢，就是叫做自性自在咯，加上伊的作用嘛自在，吼、哦。啊，色空不离现如来呀，不必生离执呀，啊、哦，也代表了讲业性智当中呢，上界容易去哦，咱的气病所不不了所别啦，能背掉咱的自性，所以蒙啊蒙蔽自性啊。一旦呢，拄着啊，当着有缘人呢，啊，当着缘交的当中呢，生轮回之因呀，所以会当用自性来识体啊，识透啊，第八识自然就清净啊，原本的如来佛性自然会当啥显露了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伊讲业性智，什么叫业性智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呢六识拢是属于啥业性智。所以各有啥啊？传导士叫做莫那士，传到第八识，第八识叫做阿赖耶识。所以来讲啥，识空就是叫咱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拢真正爱看空啦，唔忙执着这个物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第八识当中，伊自然的清净啊。进入到第九识，就是咱的佛性。所以第九识佛性当中的，拢时时随地用佛性用事啊，好难讲。你的人缘会足好，你的境界会足高，你的慧孝会有够顺啊，你的德行有够圆满，吼、哦、啊是安那咱进德行也无够迄个圆满，就是啥，咱拢搁伫用习性咧用事咧，也无达到第九识的自性用事啊，吼、哦、啊所以较难讲，六识当中你爱看空去，吼安尼咧自然就现如来本性啊啦吼，过、哦、来，因为那些讲五蕴，就是搁只个五蕴，啊这个浓缩品。哦、所以呢，就是啥，色蕴空叫做五蕴皆空呀。所以即色点啊，点面化成万物啦，处处显道义呀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意思是同款。修蕴空呀，就是讲北方吹不动，万年皆是善因缘呀。
哦，意思讲北方就讲人啊，称赞人呐，人诽谤人呐，人笑人呐，哦，人对咱的无礼啦，一切一切叫做北方。吼、哦，啊，这种物件对咱来讲咧，叫做感受到，咱会当啊真真正正放下万言，人来诽谤，你嘛欢喜在心内。人来娱乐，你嘛欢喜在心内，拢会当达到啥自信如如不动，袂去因为人别人嘅好听话，还是歹听话，吼，还是诽谤嘅当中，去动摇到咱嘅自信中，这就是咱嘅慧孝，所以这无简单啦，吼，所以这叫受因啊，受运空呀，受运空就是讲，清净无染，事事见道，吼，也就讲咱嘅念头修到非常嘅圆满，自然呢，事事见道。行运空，这是啥？应无执着，活泼天机呀、啊！吼、哦，就是咱十五条佛规讲啊，讲活泼应殊。哎，啥物不足的，咱啊呼延不发；啥物需要做的，咱看到就做。啊，做了嘞，自然放下，未执着，这就是道，遐尼简单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啥？行运空呀、啊！识运空，就是讲咱的自性现前，识本身自性义呀。吼、哦，所以也就讲，咱的自性免啊参六识斗阵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无六识啊，咱这个自性嘛显不了作用呢。吼、哦，只是讲咱自性现出来六识当中，唔忙去攀缘。吼、哦，所以目睭看的，鼻啊鼻到的，嘴食到的，耳孔啥听到的，吼、哦，心起心动念去想到的，这呢，拢安那，拢安会记得放下。所以会放下当中，叫做那空呀。啊，叫做不执着哦，所以呢，就是像咱的这个行，红来红线，白来白线，红呀照现出来啊，照起来就无去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、哦。所以这叫五蕴皆空。我讲一个故事，咱就知。有一天呢，一个小徒弟啊，在问师傅啊，哈、哦，伊讲师傅啊，什么叫做空？师傅拄我看到额头开哦，拄我看一阵那啥哦，那阴间吼，拄我飞过。伊讲哦，眼了，迄个徒弟讲哦，伫遐就对，伫八卦伫遐八卦啊。伊就讲伫遐八卦当中，输就念伊鼻啊啦，眼一只，当我从伊徒弟鼻啊扳过来，这就是咧去看哪去第二啥？我讲一个眼，你就去学眼拔掉的啊，有无？我讲一个树啊，你就去学树啊拔掉的啊。所以现在咱道中无要推广着啥打坐。因为坐禅哦，前八只讲好坐禅真好，我看大家无要去度人啊啦，大家我看食饱饱就拄啊坐个啦。因为讲一法就执一法，啊无讲啊佫袂使，所以这是种麻烦的代志啊。吼、哦，啊有人讲哦，啊咱就来念经，好好念经真好，惨个啦。啊，逐天就伫个念经，去也毋知影上啊个啥，也毋知影去日班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呢，这到尾嘛是拢错开，啊无咱较早是欲打坐个呢，咱较道中啊。拢有教人安那吐纳，安那运气，安那运小周天、大周天，拢有呢。啊，因为呢，就是足侪人拢去集中伫遐去，啊，煞天时紧急，你搁对遐戆戆坐是坐，要创啥啦？啊，是安尼。那师尊老大人伫民国36年就咱讲，含道理嘛无咧讲个呢，是安那讲？因为伊讲咱即个时代吼，一定啥非常紧急啊，众生哪像迄个啥热锅上的一个蚂蚁啊。随时随地拢有可能哈送去性命咧。哦，啊，恁伫底下讲道理，唔免讲啦。所以伫民国30几年迄阵，真正有够紧急的。啊，所以你看36年就轮陷去啊。所以轮陷到一直到啦，到一边到尽啦。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师尊真正有大神通，所以伊人讲到足明白的呀，吼。所以唔忙执着一挂有形有相的，这种的法。六祖慧能，慧能祖师嘛来讲。一代书也啊，一代书家不知理见呀。世人唯利独相，内密密嘞啊，无空呀。若言无相离相，无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灭呀。所以顿悟出发，一念心开，是为开悟理见呀。即是断见思惑，断尘沙惑，断无明惑，这就是大彻大悟，何来诸烦恼呢？所以呢，就做用来讲啊，足清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一大师者是啥物物件，就是叫做不知之见呀。因为咱真嘿的看法，就是叫凡夫之见呐。凡夫之见，就是看到啥好钱愈多愈好，然后厝愈多间愈好，有形有相的愈多愈好，
咧叫做别样啊，众生之见啊，佛之之见咧无同款。伊唔只难讲，讲咱世人咧外面着相啦，重点形形色色，所以咧讲着重这个相。啊，内底咧着空。伊讲我内底为人是安那罗汉，伊修到罗汉了，无法度修到菩萨甲佛的境界，因为罗汉着空。罗汉就讲，这形形色色拢假，安尼我无爱啦。我嘛无爱娶某，我嘛无爱趁钱，我嘛无爱上班，我嘛无爱优化，这拢假，拢无爱，拢无爱。我去深山古洞去修，这叫着空，嘛袂使着空呢。咱即讲虽然这外境是假，不过咱嘛是爱照顾某囝，嘛是爱去上班，因为人道无成，天道袂当成啊。所以咱这安尼叫做无极空。不过咱若讲在后天当中，煞当我伫遐想，袂失去啊，道中拢无咧顾咧，这又搁是啥外面局相啊？所以咱局相嘛袂使，局空嘛袂使，就是爱拄拄啊好。所以中庸唔只甲咱讲中庸之道，袂使上过头啊，袂使不急吼，这就是道呀。所以六尘无常离相，离啊无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别呀。所以讲，咱会当。离啥？有这个相，不过咱未去入这个相；有这个空，不过咱未去入这个空。安尼叫做哪？内嘛未迷，外口嘛未外口嘛未迷失。这种的法门叫做哪？顿悟出发。所以呢，这叫做一念心开，这叫做开佛智见，这就是以佛界专有名词讲的就对啦。所以咱来去研究什么经典哦，我来讲一个法门。佛教有佛界啥专有名词。儒教有儒教的专有名词，道教有道教的专有名词，易经同款有那易经的专有名词，意思拢同款的哦。只要讲这专有名词，咱会通，你自然就会当开心。安尼讲，即是断啥断见思惑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这类人讲到尾啊，这会当安尼当中就是大彻大悟，无咱要那大彻大悟啊。有的人局空啊，有人局相啊，有的人局色啊，拢局伫啊。其实到尾啊，这拢是究竟，会当处中道的人，这才是大彻大悟的人。所以呢，真正达到这个境界，何来诸烦恼呢？安尼，这个人伊就无烦恼啊啦。所以呢，伊嘛袂着着咱内底空，袂着着外口的相，自然伊就逍遥自在。所以呢，什么叫逍遥？开逍遥即是啥？断见思惑，就是讲，咱这个人开悟啊。所以你若看讲，咱要讲安怎讲开悟，好难讲。以咱道中来讲，这个人入啥，咱啦入佛堂当中，受名师一指，迄个叫做小开悟。原来我有哪有一个佛性伫咱的心当中哦，足自然伊就找到伊的本来真面目啊。中开悟就是说，这个会当搁来遐继续学道，继续学啥，学易经，慢慢，伊境界愈来愈悬。伊嘛想要请教所学，即个开中悟啦，即嘛开大悟咧，即个人啊大发悲心，伊要普度众生，开方布政，一世界去讲道说法，即个真正开大悟之人，所以小悟、中悟、大悟，毋是刹那间就开大彻大悟呢，毋是安尼，拢就是安尼慢慢积累，慢慢积累，慢慢积累，真正到尾啊大悟，所以呢大悟叫做啥，断无明修。安尼咧，就是咱要追求的目标。过来，请咱各位来看第三点，叫做佛光普照。一个修道人呢，不管伊的天赋安怎的丰富，外在呢，甲内在啊，资质安怎的丰美啊，如果也无把种啊本身的德行推行到他人的身上，发生了逆鳞啊，再由他人的能力。照射到自己的本性当中，安尼袂当发觉到实际个啥价值咯，所以讲上天生下了咱啦，但咱人咧当作一个啥火炬啊，唔是照亮家己，而是照亮别人。如果会当得行，佮会当兼全天来话，也是定义又有又无，这就是所谓的普光普照啊。所以咱讲啊足清楚呀。伊讲咱大家拢有一个热念啦，一个爱心啦，有一个慈悲心啦。这个热念唔是咱要家己用尔咧，咱得爱啥？得爱啊，放我出去。所以叫做舍得舍得嘛，一舍就得。
哎，咱保持愈多，保持你的微笑，保持你的热情，保持你的慈悲心。哎，安尼的当中，你啊看，你去影响一个人，影响众人。啊，众人呢，伊的热能佮反射过来咧，你啊看，你会欢喜在心内咧，你敢知影？哦，这是我最近感受上解济啊。因为咱出来学报告研究吼，都要报告六档啊。哎，这嘛咱高雄家。哎，报告了，哎，于老师讲伊嘛会啊呢，所以我就请于老师来讲开初级班甲中级班，哎，啊，所以是毋是伫个心上看伊成长啊？哎，去到台中一个女生，哎，咱请伊讲初级班、中级班，伊嘛有法度承担啊呢？哦，我真正有够欢喜啦！去到石头，去到拄啊帮无当，至少四个会晓讲初级班的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拢会看到讲，哎，伊本来拢毋捌。啊，因为来上这个课当中，伊伫无到有，等下慢慢成长。啊，所以呢，真正呢，好汉好好，啊，愈讲愈有信心嘛。因为足侪人个伫逆境当中去得个啥智慧，去找到伊本来真面目，未来有所开悟啊。这就是咱要爱的物件，就对啦。吼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啥实际的价值。所以呢，伊讲上天呢，啊，把咱啊当作一个啥火炬啊。哎，啊，所以你这把火吼。啊啦，咱是一定受命数，一定点开啊！哪像一个蜡烛，一定啊点倒啊！啊，所以你冒一拍火，伊冒一拍火，我冒一拍火嘞，咱大家拢一拍火，吼、哦！啊，虽然是小拍小拍，啊啦，大家团结起来，就比足大拍的一拍火，嘿！所以会当照亮了啥三千大千世界啊！所以造成了到尾种叫做啥佛光普照，吼、哦！所以也就是安尼缘由，咱来研究伊的事看端，啊、哦！所以属卦段也二十九卦叫坎卦，坎卦坎也，吼坎必有所离也，故就是以离，离者离也。意思就讲，哪像一个人咧跌落去水当中，第一个念头是啥？要救命嘛，要甲囝仔争夺开嘛，啊一定爱去啥？去掠着一个啥？啥物物件？像迄茶啦，还是茶壶啦，吼、哦、一定爱救一个啥物物件？伊靠我做啥？靠我落继续个呐，啊，呼吸啊，安尼呢，靠我那落脱离这个苦险啊，所以呢，故离为啥啊附着，所以呢，会附着于这个物，哎，一定呐，哎啥混物呀，好啊，所以呢，离就是代表附着的意思啊，哎，再来水呢啊，有木强毒，火呢只是啥一个火焰尔尔，所以呢，动物体燃烧的时阵啊，才会当看到这个光。幻子不可见也，故这个火是附着了物的啥存在的。你讲水，你看到有啊，火嘞，你无啊点无到，对不起，伊袂，对吧？伊无火通走出来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伊这个意思呢，大概是安尼吼。啊，再来，请咱来看第五点，叫做明也。老师哪能讲？道者理也，不明理焉修道？故欲修道，必先明理。名利之法无他，全在有义不闻利益呀！哦，所以你讲识好世人呢，不敢下问，以故越啊越啊义越迷呀，迷利不悟，利得远矣呀！哦，所以现在叫名，因为呢，利卦有功名之象，所以呢，看到利卦就代表功名啊！哎，啊，所以呢，伊有啥叫做咱爱明心见性，所以你也看，伫后天八卦，伊伫伫南方。南方伊是蛮写一个啥，相见何离？相见何离就是代表明心见性的意思，就对啦。所以有离代表啥，明心见性。所以咧，啊，这公老师较难讲，啥物叫做明？伊讲道者理呀，哦，所以不明理焉修道啊。伊讲咧道就是啥，就是理路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条道，伊个理路一定难通好啊。啊，道伫遮去，伫北边去，一定往台北。到尾你就去到台北，哎，不管你用行嘛会到，时间尔尔，用行车嘛会到，只要方向对，绝对会到。哎，开车嘛会到，坐捷运嘛会到，吼、哦，坐捷运真袂重啊，吼，坐高铁嘛会到，吼、哦，啊，坐啥物啊，哦，坐火车嘛会到，只是你的方向掠好对，绝对迄个方向啊，哎，对了一定会到，所以唔只叫多食你呀，吼、哦，啊，人来讲。啊！伫台北伫遐，伫北平伫入去，一定到台北。你讲我无要相信，你啊向南去咧嘛袂到啦，向东去嘛袂到啦，哦，啊向西去也袂到啦，一定你就是迄个方向北平，就是北平啊。
所以理路你要认好清楚。所以唔只人讲不明理焉修道啊。哦，咱学这遮简单道理都唔知啊，啊，咱是要哪开始修道？唔知哪修起呢？哎，所以修道上个简单就是啥？袂使有袂晓啦。吼、哦，袂使对道讲无信心。咱若对道无信心，就哪像人讲啊，就底下去就是台北，你唔相信啦、啊？哦，像咱前年讲一届，去台北。啊！伊在开的当中，较早无高速公路啊，迄是三十几年前啊。哦，啊，拢走超管公路，所以咱较早要去台北，拢爱开七点钟的车呢。吼、哦，迄个时代就是安尼。阁有一届啦，吼、哦，拄啊唔系日日开，开到台中，啊，人拄啊在坐咯，啊，拄规个拢啊炸落来。哦，啊，只是一个牌啊，讲直接去就是要去台北的咯。吼、哦，啊，就依照迄个牌啊来开开开开开开开，开迄点点外钟啊，讲吼，啊，太拢无看迄落啥，我熟悉的路啊。啊，怀疑了，拢去拍转来啦，拢去开，搁开点外钟啦。甲去人问讲，啊，拜拜路安怎去啊？讲啊，到你内遐迄条就是啊。哇，听一拢强到要昏去安尼啦，伊毋知要走去浪费三点钟啊，搁开。哦，硬弄去到尾啊，讲吼，啊啦，开尾到三点钟，甲去看到伊熟悉路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迄就是啥？对于这条路无信心，所以伊就无法度安那有始有终去行了。所以伊啊对这条路有信心嘞，直直行，直直行，所以伊就免浪费遐侪时间啦，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咱修道嘛是同款啦，吼、哦。人讲这条路会当回西方极乐世界，哎，这得哪？按一百，哎，百分之百的信心。咱若无信心嘞，万一顿跌一下，万一有影无影嘞，哎，万一要行唔行嘞？哦，安尼我讲，你要搞的机会足少呀。哦，啊，咱若讲对，这条就绝对会当达到超生了死之道啊！咱努力行，打拼行，积极行，这一定啦，总有一天一定会啦，达到迄个究竟。所以讲各用修道啊，伊讲今仔咱若要修道的，一定爱先明理。哦，啊，所以明理之法无他，就是啥，有怀疑一定爱问，包括咱读的经有无了解嘛是爱问。哦，伫修道当中，看到啥有怀疑啊，有无清楚的，咱一定要认明哦，清清楚楚，安尼咧，较袂有一个心结。迄、那个心结来调的，我来讲，迄就是叫做啥，阻挡咱修道的力量啊啦。嘿，啊，所以唔免怀疑道啦。真正，所以咱若当着考验的当中，产生咧不如意的当中，你会怀疑讲这道是真啊假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来找前辈者，赶紧来将这件代志啊讲哦开去。好，前辈这人来开始，安尼嘞，咱安那继续搁有迄个啥，哦，迄种的力量出来。所以讲，较早世人呐，拢就是呐，不敢下问呐。所以嘞，愈怀疑愈迷啊，所以只要是迷吼，这人就袂开悟啊。啊，迷道嘞，愈来愈弯，愈来愈弯。所以你有看到吼，一挂人，普通时做者心，会来道中听心传呐，哦，参班呐、啊，参体会班呐、啊，读易经啊。唔过读一个久咧，研究一个久咧，一般一个久咧，慢慢疏远去，是安怎呢？因为伊有那啥，久哩久去，人讲啥变老油条，啊来咧，得啥无迄个积极心出来，啊有个人是心中有疑，啊佫唔敢问，所以喏得啥啊，规气莫来啊啦，规气住厝里看电视较好啊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就失去一个足好个啥修道办道个好良机咯，吼、哦。好来，请咱各位呢来看伊个卦书哈。伊讲离卦离金兴也啊，巽困牛吉也哈。所以呢，伊较难讲离卦叫做离金兴啊，所以呢叫巽困牛啊，困牛啦，困牛就是母的牛了对啦。离卦叫做啥啊？附着之意啊，这大家有讲过哈。伊讲离金兴也。就是讲，礼物真精，才会当通达一切呀。真心就是啥，修正自然就行通，啊，修歪就袂行通。易经人讲啊，足清楚哦。意思讲，你是火啊，啊，你火，你要看，咱迄火啊，用到拄啊好势，是袂当来煮饭啊、煮菜啊、煮一切物件。哦，迄叫正啊，叫正道啊，所以叫真心啊。哦，啊，咱若用一把火咧，会去人放火烧厝啊。哦，啊，你无好啊，你白白一包火，迄就感觉就无同款啊咧，所以到时就真侪食袂起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礼物真精呀，风灵通达一切啊，所以甲人讲，这个火要安怎处，就是中道恰到好处上介好吼。聘、哦、牛就是啥，母的牛啦，
以六五爻甲六字爻为周为呀，吼、哦，所以你看第二爻甲第五爻，所以呢啊，这个因为离卦为古，所以有辟牛之象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伊这就是啥，以说卦断来断啊来断的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伊讲一个属龙宫相当中，因拢有啥一个附着相。那讲你讲一个书当中，哎、欸，书伊的志向伫啥？伫道林。所以唔只人讲自在众生心凡夫，自在大罗心金仙，自在修道咧一定心佛祖。所以就看咱一生当中，你的志向放伫倒。咱的志向啊，放伫讲哦，我今仔日要选总统，哎、欸，有可能会像奥巴马咧咧，哎、欸，欧人总统产生啊咧。哦，所以今仔日看伊就典礼，你啊看，哦，足济迄啥为第一了。哎、欸，就是啥，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欧人咧啥做总统，过来有史以来上界济人管理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真正哎，啊啦跌破眼镜啊，所以互我看到访问吼，真正嘛替伊足感动，你敢知影？因为呢，较早吼乌白，哎，欧人甲白人因咧啥水准差足济，所以欧人伊拢夹袂起头咧，哎、欸，所以慢慢较改进啦。所以讲到这，互我拄啊想一个故事，参咱参考。较早就是一个哈啊，一个白人的妈妈啊，带着一个囡仔，哎，啊去坐客停车，啊开客停车，迄个就是黑人，哎，啊今日迄囡仔天真无邪嘛，结果去车顶就伫里问啦，讲妈妈，哎，是安怎太有黑人啊？因为看迄个司机嘛，讲太有黑人啊，哎，啊妈妈吼，就讲啥，就讲，哎，小明啊。你感觉吼，这个世界吼，得爱一项设备较水，还是花花色色较水啊？哎，哎，就做比如啊，你讲咱家的狗，你啊看，人的身躯嘛乌色的，嘛白色的，啊，你这只狗啊是毋是做古锥的？吼、哦，啊，迄位嘛是同款啊，有红色，有白色，黄色的，安尼咱这社会是毋是啦？哎啦，哦，啊，充满着一个喜气洋洋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一切万物心里拢爱有啊，各种颜色吼，该衬托伊世界美丽啊。哦，这个囡仔吼，听着啊，足欢喜的对啦。哎，啊，这卖你敢知影？是迄个司机啊，载到狗啊。哦，啊，狗的时阵吼，迄个富人吼要摕钱，迄个黑人啊，黑人吼唔嘛摕的对啦。啊，看啊，你先啊唔嘛摕啦。伊讲吼。自细汉到大汉，伊都带因爸爸问一件代志，是啊，咱太太做乌人啊。因爸爸讲一句话尔，咱来认命，因为乌人就是白人的奴役啊，咱一世人袂出脱就对个啦。啊，所以自细汉就拢有这个观念就对个。吼、哦，啊，你今仔日大囡仔讲这些话当中哦，哦，不但有啊足大信心，哎，啊，而且呐。我较知影讲真正，哎，万事万物也可贵，一定是那多种颜色啦。哦，唔是天下间乌人，就是永远拢是白人嘅努力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看奥巴马吼就职典礼，你也看，迄乌人拢讲一句啥？从此以后，我会当个台湾囝。哎，啊啦，拍相讲乌人嘛，当做皇帝，乌人嘛会当做啥？做总统。啊，是毋是历史经典啥？事实的呢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就人讲。伊的志向放伫倒，伊就会当成就啥哦。所以一个书啊，修道书当中，伊的志向就是放伫修道，所以呢，啊呐，到尾啊绝对卖成道，这一定的啦吼、哦。一个农夫呢，伊的志向放伫啥？做事啊，经营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呐附着于根啊。哎，伊嘛我都做啥？做甲非常的丰收，五谷大丰收啊。哎，一个工人呢，工呢，伊只有气啊。哦，所以附着的就是啥气，哈、哦，所以有法多创啊，将迄气库啦，将迄工厂啦，经营甲有声有色，嘿，迄就是各人伊的志向放伫倒，自然就会成就伫倒哦。啊，不过教会意义嘞无同款啦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咱就是爱有迄个选择性。爱讲说什么人呢？相自有灾祸呀，即为附着有啥灾祸呀？哦，所以你讲什么人？哎、欸，伊就是啥，伊志向就是要，哎、欸，要将这啥财啦，这个啥物件，哦，要哪买较会俗，要哪卖较会贵，哎、欸，在买啥物物件，研究啥物物件，人客较会买，哎、欸，这足重要呢。你啊看咱的电脑无？我讲电脑的应用，你就知。咱今若买一台电脑哦，就要开始啥？
开始后悔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台电脑买了了，你两年了，这台电脑已经淘汰啊。因为佫有人研究佫较新的呀。哎，啊，你怎佫买了？佫有人佫佫较新的，永远都买袂了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手机啊嘛是，较早一支手机啊，凊彩听尔尔，研究佮会翕相，研究佮会上网，研究佮会安怎好，就反正你也买。免足这个吼，你永远都足袂着，是安那？迄生理人足厉害啦，迄头壳拢无助呢。哦，所以你啊看是安那凄美吼，即个遐惨。听讲就是因个啥，因即个啥，哦，迄个荧幕啊，哦，电竞版吼，就是韩国发明一种比因个佫好有够济，啊佫较俗，所以都叠一个外国字出来，迄就是安尼来呢。所以生理人就是安尼，只要你有迄个啥，有迄个头壳，有迄个。研究迄种个地位啊，只要你研究出来比人较好，你个生理就做走袂离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迄就是一个生理人个志向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富足必下为啥正道，才会当行通一切，不管你是属龙共相，也就是拢爱行正道啦。所以较人讲，君子爱财，出自有德，安尼自然就行通，无咧我都行通哦，哦，所以呢，这卦主人讲啊足清楚。凡事呢，较难讲离离啊，日月离何天，不过草木离何土，中明以离何昼，乃化成天下。有离何中正，故兴也。是以血拼立下，拼如结也。哦，所以离呢叫做离啊，哦，离卦下离了就啥附着，哎，所以宇宙万物呢，莫不依啊来有啊。无那无一种诶无依赖啥有附着诶啥存在啊，所以伊意思着讲万事万物啊，拢有一个附着点。你看一丛花，伊嘛爱啥诶活伫个土里呐，哎哦啊，一人啥物物件，拢着是爱附着在哪个地方，这着是天地万物诶啥奥妙啊。你要看咱人遮好势，咱嘛嘛是爱靠这土，咱较会当行路呢，吼、哦、哎啊，这动物。嘛是爱靠这啥地诶生活的草啦，生活的啥物物件，伊靠我都生息不生呢？所以呢，天地当中拢就是附着于一种物物件吼。爱讲日月日何天呀？日月就是哪附着了天里的存在啊，哦，离破才有大地啊。所以你看，伊就慢咧讲啥，讲咱地，慢咧讲着日月。所以呢，日月当中呢，无这个天啊，伊发生啊，无共用出来啊。哎，真正是安尼，所以天太大咧，宇宙太浩大，太浩大咧，所以咧日月当中，伊较会当运行遐遐尼啊圆满，九大行星咧较会当绕着它太阳走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甲产生咱今仔日的天地的平衡啊，啊、哦、万物的生化，所以咧这就是日月离合天呀，你讲不过草木离合土呀，哎，就是啥五谷啦，不过啦吼。草草木木，拢就是附着伫咧土的当中，所以呢，安尼唔只我都生存，啊唔只我都自生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啊看，这五谷当中也无土来灌溉，无法度呢，无水来灌溉，无土来滋润，就无法度。所以你啊看，人讲土就是啥，修行，是安那土修行，咱人啊走去困，伊嘛照常咧啥，滋润迄丛树啊呢。哎，咱咧做生意嘛是同款，伊无咧休困咧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啥土的心。伊讲中明以离合啊，离合静也，乃化成天下。伊讲你大家圣人呢，因为内底有明明德啊，离外口呢会当推明德无天下，化成万物。哎，大家叫啥普度众生，安尼呢叫做啥中明以离合静，乃化成天下也。所以，啥物叫重明？重就讲内底嘛明，外口也明，两个明叫做重明啊。吼、哦，安尼伊会当讲啥？离合静哦，唔是离合邪哦。嘿，所以也就讲讲啦，真真正正伊的功名，内心功名，外行功名，佫显出来，佫是一个正人君子啊。哦，这个人伊的德行一定啥达到圆满，所以德行正圆满，自然就会当来化成天下为一家。哎，咱今日你要追求就是这呢。真正咧，因为咱真今仔日也无内外功名，内外外功名佫无够，德行就袂圆满，德行也袂圆满嘞，对不起啦，无人要对咱行啦。咱讲道路偌好，迄是你的代志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啊看，
咱若去度人、度无人，咱茫呐怨叹，茫怨叹哈，这个无根基啦，这个无所得啦，这个无善缘啦，卖人讲安尼啦。咱若度袂行，代表着啥？咱的德行无够，无法度人啊感召伊。咱的德行无圆满，无法度来用德化人呐。嘿，拢爱自身的反省呢，唔茫去对因哈怪罪别人啊吼。所以咱若安尼的当中呢，自然。以德来化成万民，普度众生，吼，所以这是离卦上界好的一方面。伊讲离离合中正故兴也，所以呢，离合中正就是讲第二爻，因为第二爻上界好，离卦第二爻上界好，吼，第四爻上界歹，现在第二爻上界好，因故因为得其中正离位，所以代表柔嘛代表离，所以呢，伊上界好，所以故兴也，吼。伊啊是以修品如吉业，伊讲古早人呢量经为本呀，所以呢下不如呢就是啥量经所归呀，吼、哦，所以呢意思讲较早的人，这是厝里至少拢爱一只牛啊，吼、哦、啊这只牛吼就是啥因的食饭碗，吼、哦、啊所以你看公的牛甲母的牛，佮有啥物无共款，伊讲母的牛佮会生牛仔仔。所以大部分的人拢爱穿帽啊，饲帽牛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是嘿，佫会生仔，佫会做工课，所以呢，啊，良经为所啊，啥所贵呀，也就是安尼来吼、哦。所以呢，牛无远呢，离无易输力啦，嘿，是不是呢？一只牛吼、哦，有千斤之力呢，你也无好做事啦，无远好地咯，啊，大材小用呢，当我这只牛吼、哦、无用武之地呢，安尼嘛唔好。咱人无得不易，无法度啥生存呢？咱人啊做工课啦吼，读册啦，做工课啦，做事业啦，拢无照道来行，这个人无法度生存伫啥？这个社会当中啊，因为你也无得，就是超人未合，咱也无得，安那就是背道而行，无孝道，无忠道，这个人伫社会徛袂久啊，吼。哦，王永庆，你看开空气啊！听讲王永庆，你看伊事业做遐大，听讲伊足有效的呢，真正有够有效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就是啥爱学伊孝道啊，啊，讲人啊无得嘞，无义啥来服众。吼、哦，所以你看咱一个人啊，德行无圆满，真正呢，咱无法度以德来感化天下。吼、哦，所以你看现在人要听咱的，唔是咱较贤呢，唔是呢，唔是咱学识较悬呢，不是这个。不是咱功夫较好，拢唔是，是这个人德行比咱较圆满。所以我陈大哥老前人是安那伊人才落来，伊一个人落来人才偌济人，400万人呢。啊，这拢唔是泛泛之辈呢，这拢是教授级的、硕士级的、大学级的呢。敢讲伊拢无得知识有呢？啊，是安那大家拢要跟随伊，伊就是啥，以德来服人呐，这上个重要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较难讲，咱人一定爱好好来培德，较有法度人服众吼。啊，再来，请咱各位来看，大乘时来讲，啊，明良足理啊，待人皆明教于四方。所以明良足理呢，就是啥？明明德，所以就是明外明，明明德有天下。吼、哦，所以咱道中咧所拜叫做啥？明明上帝。啊，啥物人是明明上帝？好来讲，你就是明明上帝啦。敢知影？咱嘛讲哦，明明上帝哩，啊哦，管，对，遐嘛是一个无形的明明上帝。不过咧，咱就是啥，明明上帝化身。因为只要你内心嘛光明，外口嘛光明，你就是明明上帝。啊，所以有人问讲，啊，老母生做安那？我讲你就是老母。不过你既然是老母，你来照老母意思来做代志，吼、哦。安尼忙啊，忙分开去，所以咱拢是老母的灵啥分灵来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嘛是明明上帝的分灵，明明上帝就是老母的意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不过呢，就是你的境界爱达到安尼，来嘛明，我嘛明，安尼就自然就袂执着。啊，大人的意思呢，就是咱在讲的佛性啊，佛家讲上界悬的境界叫做佛，跟落来叫做菩萨，跟落来叫做啥罗汉。声闻缘觉，所以因佛教有那修到哈几落层的就对啦。哦，啊，要修到迄个境界不遐简单。哦，所以咱易经讲的大人，就是代表佛家讲的佛的境界啊。
哦，咱易经讲的代表儒家讲的啥？圣人的境界。所以圣人的境界，我来分呢：圣人、贤人、君子、小人。哦，啊，所以上个悬叫做圣人啊。哦，应该有更加悬的叫做至圣先师。哦，至圣的圣人的老师啊啦，哈、哦。啊，以道家来讲呢，就是啥？大家上个悬的境界叫做真人，更加落来就是仙。哦、啊，所以呢，真人就是代表了咱主身份了。所以只要你看到易经的大人这两字，代表这个境界。哦，啊，伊讲大人教明啊啥，戒明教于四方，就讲继续把这个道啊传落落去。哦，所以叫啥，戒明教于四方啊。所以好，我来讲一个小插曲，咱会当更加了解这个故事呢，伫啊网络吼流行甲足久个啊。哦，这故事就讲啥，把爱传下去呀、啊。较早咧，就是一个王啥，王医师，姓王啊。啊，当有那读医行伊出来好啊啦，伫迄个病院吼，学习了两冬，啊来就娶某，啊娶某就生囝，哦啊就开始做医生，有那赚真侪钱啊，做医生人拢好个人啊。啊，结果吼，休息的时阵哦，伊就要啥载伊厝的人去阳明山去佚佗一下。啊，即卖出去吼，啊，即卖佚佗佗个，大家总欢喜，要转来啊。啊，拄我伫阳明山的半路过路就对个啦，佮台车拢袂叮当。啊，礼拜时啊呢，无，迄啥修理车的工条是无开呢。啊，要安怎？伊都用行的啦，行去，因为吼，半路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啊，无我都去找着资源啦。所以用行行点外钟哦，佮去找着一啥，迄个加油站。啊，加油站有迄个电话，开始伫遐拍电话就对啦，求救，吼、哦，因为以后迄电话簿啊，哦，有迄啥物修理工着，结果敲几落通拢无人接，啊，有诶有人接，讲其他休业，拢无要修理，吼、哦，啊，足无简单，伫敲着一个头家讲，哦，好佳哉，你敲来，无我拄好要出门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进一道，我来载，我来看卖，吼、哦，啊，着做好心哦，礼拜时啊人休困哦，伊毋是无休困，有休困。不过看有人有需要，伊就去遐处理。啊，结果就去载咧王医师啊。啊，去载的时阵哦，迄个王医师佮发觉一件代志，原来这个头家就是残障，脚断去就对啦，吼。啊，伊嘛就做师傅啦。啊，结果好，啊，就足好咧，啊，足好心就请伊呐，叫车顶，吼，啊，叫伊出来去伊的车遐。啊，就去的时阵吼，哦，啊呐，落来啊就吐干呀。哦，啊，就安尼啥，去啊，顺伊个车就对啊。啊，伫咧顺伫咧修理吼，有哪伫遐闭半点外钟啦。吼，啊，毋知啥物问题，咱毋知啦。吼，啊，遐闭，会发啊，一定修理好啊。哦，啥，王医师就足感恩的啦。第一，就是啥，伊是残障人士。第二咧，今仔礼拜人拢无在，伊甘愿过来台服务。所以吼，伊就伫遐心内就讲，我一定要好啊，答谢他。哦，准备几落千块啦，还是几落万块，好好啊呐，你也犒赏他一个啦。哦，爱讲安尼劳烦你吼，咪爱开偌济钱，拍算也讲五千，伊要摕一万给伊，意思就对啊。结果伊也讲拢唔免啦，我惊一下，拢唔免，今仔礼拜呢，啊你了再来到这呢，啊你付出了济时间呢，啊你这个是一个不方便的啦，干唔免，伊讲唔免啦。本来我今日休息啦，本来我今日无要趁钱啦，所以今日所赚的吼，所做的拢唔免钱就对啦。讲哦，我头真好啊，头有这人真伟大啊，吼、哦！爱讲哦，虽然我无要来提钱吼，不过请你会记一句话，讲啥物话？因为嘿，我较早有那是受人恩典啦，一届就是我脚无方便，我骑奥托拜时阵，一届我来去过咯，啊，一个好心的人吼，安怎？伫半路，然后倒煞去哦，机车店修理啊！啊，我嘛要感谢，啊嘛要啥？啊，要摕钱回报伊啊！伊一工人都唔难摕，伊来交代一句话尔，希望你后盖有当着这种的人，你嘛会当伸出援手帮帮忙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我是照迄个意思来去来讲，啊，我嘛是要来讲，希望你以后当着有困难的人，有需要啊照顾的人、帮助的人。请你嘛伸出援手救救他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哦，我说这医师就感动的啊，足感恩的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怎么嘞？这件代志经过两三冬，王医师伊内底有一个护士姓陈，吼、哦，秘书称。啊，结果吼、哦，就是那个秘书称吼，伊妈妈
得到买什么病吼，啊，真严重。哦，啊，即摆足苦啊呐，足郁闷的就对啦。啊，去上班一个面，咱咧夹夹夹啦。哎，王秘书讲啊，秘书称啊，你是咧艰苦啥啦？哦，伊本来无要讲啊，伊无自然看医生嘛。啊，尾啊吼，王秘书爱连边问，一边问吼，伊甲讲出来，讲我妈妈身体足歹。啊，我想要送伊来病院吼就医啦，不过吼，我也无劳保，也无健保，啥物保都无，因为阮家族散啦，啊，拢靠我出来吃，做护士一个月2-3万几块，安尼咧趁食尔尔。嘿，哦，王医师听到这讲，安尼我要回报的机会来了，赶紧嘞，叫你妈妈来，我免费来医就对了。哦，伊听到安尼足欢喜嘞，就真正去带妈妈来。哦，啊，王医师用啊足热心的一个心态去啊照顾，甲非常的好啊。哦，啊，伫遐住病院吼，拄啊住一个月，伊妈妈身体好起来。哦，啊，恁医师真足感恩的啦。啊，但迄个医师讲，安尼爱开偌济啊？哦，啊，迄个王医师嘛是啊，讲这个故事，希望你以后碰到需要帮助的人，请你将这份爱心阁继续啊传落去。好，我就是要讲这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咱人间真正布满了爱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道普传。所以你看，咱今仔道知影道好，希望嘛你啊，将这份道阁继续啊传落去，因为你传道就是咧传你的爱心嘛。天下间足需要呐，这个道的资源足侪足侪足侪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唔忙独善其身，看到人加减多，吼、哦、啊，伊啊呐，伊啊会当相信人，伊也当接受人，做主人伊就会啥，也下跟随咱来行道，吼、哦，实质来学道行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讲咱这道统爱继续甲传落去，所以咱这期修道叫做啥，为往生解脱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咱来知影咱的使命哦，哦，所以非常的重要哈、哦。所以咱来讲话，伊讲上挂为名呀，下挂嘛名。所以两个名诶合成叫做哪离卦，所以一往即未来啊，未往即未来，一往你爱为之过呀。所以坤过乎乾呀，月过乎日呀，离人法治，以过乎天，所以叫做为往生解脱学的意思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今仔日，就是啥，圣人将这本易经传到今，咱未使到这就来断掉伊。咱较早唔捌，上好啊！较早唔捌，无话讲啊，就点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既然知易经遮尼好，到遮未使当我断掉，咱爱继续搁来讲落呢，咱搁继续爱来传落去呢。啊，易经咧证明啥？证明道通。哦，啊，所以因为读易经来明白易经呐道通的当中，咱嘛爱从这个道通搁继续啊传落去咧。安尼就是叫做呐为往生解脱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哦，就是啥理卦。啊！大人以智明照于四方，上盖好个啥柱盖咯？吼、哦、啊！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啊，请咱各位前面来休息10分钟，等下呢较来研究啊，然后的含义哦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